现在是连续三个坏球，照打，结果先传二垒，再传一垒，来了一个 double play， 照打照双杀，三垒上跑者回来再添一分，哇！但这个双杀啊，是让兄弟象呢，还有曾总也可以稍微喘口气，虽然分数啊又被拉开了一分，这一局其实对整个曾总也跟兄弟象来讲，最怕就是被再形成一个大局。没错，没错。三块球之后呢，积极的出棒球打成了一个高弹跳，刚好在二垒垒包附近。黄胜伟短抛给蔡明觉，再往一垒送。哦，这个球还差点传太高，是一个6-4-3的 double play。